看看新闻网。前方百计扩大就业，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，通过稳定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，增加就业岗位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，提高劳动者就业创业的能力，加大投入和政策支持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，鼓励创业带动就业，做好重点人群就业工作，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。